怕吗？本来我就已经算非技术的半技术娱乐技术台，这里想说潘英招没了，所以打一套应该能收掉。但雅雅这角色真的太恶心，直接去见上帝。可以看到潘英随后打了问号，表示他现在很优越，鼓励代替责骂，我们要称赞他身上的雅雅。果然，这波他一个进场失误被抓掉，接着他的队友也接连水饺。这时看到敌人屏蔽了潘英的发言，不要为了我这样吵架，真的。除非忍不住，看到兵线即将进塔，而安奈特开了大招，我们 get 到了他的心意，往前把位置靠前的林地连上一套带走。潘英这判断很好，断中兵，但他没想到队友没把兵清光，就被我轰了一个满贯全雷打。再利用二技的护盾扛住伤害，多带走一只阿杜恩。